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。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，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，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，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、公路、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，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，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。